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K 奥运怎么可以不做呢 ？K， 我们就很快来看一下哈、哦。所以这边一些 tag 我都有了，来吧。然后我们这边看下来 ，Taipei Taiwan's news， Goddess of weightlifting has won the gold medal in dominating fashion。所以台湾的这个 Goddess of some， 这个 Goddess 就是女神，所以举重女神 Goddess of weightlifting。这 weightlift 就是举重，那你知道 weight 有体重的意思。它的动词也是很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英文的探讨里面的，像例如说，今天我们讨论一件事情，你想不想来说点你的意见呢、啊？那我就会说 ，Would you like to weigh in on this？ 那这个 weigh 就是动词的用法，它在 Would you like to 的那个不定词里面，我把它打出来哈。So would you like to weigh in？ On this topic， 后面可能就会省掉。So would you like to weigh in？ 你要不要来？就不是来称重，可是观念有点类似，就你讲的话想不想也来这边跟着大家一起称称看看你的重还是别人的重，所以 Would you like to weigh in 这样子可以的。好，那但是事实上在运动里面，这个的 weigh in 真的就是去测体重，因为你知道它有量级的不同嘛，所以你的量级不可以过，所以你在那个 weigh in 的时候，你的体重要到达标才可以。好，所以这边的 weight 却是名词的用法 ，weight 重量，那 lift 就抬起来，所以 weight lifting 就是举重。In the gold medal, sure. In dominating fashion, dominate 的意思就是很主导的啊。这个字我们在我们的讨论里非常常看到，其实 dominate， 那它还有形容词的用法 dominant， dominance 是它的名词。好，所以它用那 in 什么 fashion， 我们也蛮常看到这个的啊。好像看到有不知道 Andy 还是谁啊，就会在我的那个留言底下说他会把一些东西稍微记起来。然后等到我在我日后的影片再提到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更有印象。所以的确，事实上英文里面常用的那些东西就常常会重复的出现。So in 什么 fashion 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结束它，这样子来去做什么事情。So 他赢到了 gold medal in dominating fashion, shattering 3 Olympic records。好，所以打破记录。当然你可以用 break 这个字。所以如果今天你的表现是一个打破记录的表现，我们有时候常会看到就是 record breaking。OK， 一个复合形容词，所以 you break the record。好，但是他这里用了一个比较生动的字 shatter， 这就是粉碎掉。OK， 有时候我们人生中粉碎的往往是梦想啊。好了，不要讲这个。但总之这边讲的是打破了奥运纪录 ，shattering 3 Olympic records and bringing her country its first gold at the Tokyo 2020 Olympics， 所以带来了我们这个国家第一个金牌。Cool。虽然女生的59公斤 59 kg weightlifting competition， 时间讲一下下，所以郭婞淳 took the gold with 103 kg kilogram in the snatch， 133 in the clean and jerk。 所以这里有两个特殊的名词学一下下， snatch 跟 clean and jerk， 所以这个它都有加 the， 所以表示的是一个特殊的名词。好snatch 是什么？ snatch 一般来说就是抓一个东西叫 snatch， 所以抢劫啦或之类的也可以 snatch， 所以一个人经过你身边的时候把你的包包一抓就走，那个动作就可以叫做 snatch。 那这个 snatch 就是我们在举重里面讲的抓举，所以它就好像抓个东西一样嘛，所以砰一下把它抓起来。所以抓举我的理解就是你就是一口气把自己举过头，那个叫 snatch。 那什么叫 clean and jerk？ 你大概都看过就挺举的那个画面，就他先把它举到你的这个跟你的 deltoid 平行，我刚刚有看一下 definition 哈，那 deltoid 就你那个肩膀的这个肩肌啊，肩膀的肌肉，所以举起来之后跟你的 delt 平行之后，然后下来，然后你就可能可以呼呼呼来这个机器一下，然后再把它一个嘿一下举过头，那举的时候脚还要先 split， 然后再站回这个跟它一个平行的状态，整个人就是平的，在一个同一个 plane 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jerk 上去这样，所以这个叫做 clean and jerk， 所以就抓举跟挺举，所以它合起来 a total of 236 kg， 那吓死人的一个 record 哦。好 ，so in the process， Guo a member of the indigenous Amis tribe， 所以这个郭姓淳啊，他还是一个阿美族的，所以 indigenous 这个字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原住民，所以 indigenous， OK。当然还有别的词可以用，叫做 aboriginal， 也是原住民的意思。OK， 打 aboriginal 打不出来 ，aborigin， aborig，
original 少了一个 G 在里面 There we go 然后还有甚至你用 native 这个字都没有问题 OK So they are native to our land 所以 native to 它的介系是 to X is native to Y 就是 X 呢就是 Y 的原住的原生的之类的这样子好所以 indigenous people aboriginal people native people 或者你可以叫 tribes 因为它 tribe 有部落的意思好所以它是一个这个 indigenous Amish tribe set three Olympic records but fell short of her quest to break her own world record with her final lift 所以但是它在最后打破自己记录的时候呢却 fell short 所以这里一个动词片语 fall short of something 就是你没有达成什么事情你失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fail 这个字嘛难听多了 好重的一个字 fail you fall shortof something 听起来会觉得入耳一点点说真的 OK 所以但我这边还是画个等号就是 fail 好所以就短了简单的说 you fall short 那么 fall long 这种东西没有了就是 short 好有照片啊什么这些的所以在这个 snatch category Guo cleared her first attempt、with ease 所以在他那个 snatch 的这个类别里面刚讲的抓举的时候他 cleared 了他的第一个尝试100公斤所以 clear 就通过了那 attempt 是尝试的意思那这个 with ease 就是我们也很常看到的就是用一个轻松方式态度来做什么事情就是 with ease OK you do something with ease ease 就是 easily 说真的 OK 所以 with ease 就跟 easily 是一样意思好那你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我一个是动词用法一个是名词用对不起一个是副词用法一个是名词用法 ease 是名词那加一个 with 变成一个介系词片语，好，不讲太多文法。Second lift was an attempt to break the Olympic record of 103. 所以第二举啊，就是要打破记录的时候。However, judges deemed that because her elbows were not perfectly straight, the lift didn't count. 所以再讲是他在前面的那个破纪录举之类的时候，所以但是那个裁判认为啊，他因为他的 elbow 没有完全直的，所以好像举上去之后你的 elbow 就这边哦，你手臂手肘这边哦，必须完全是直的才可以。所以 has to be perfectly straight, so the lift didn't count, 他就没算。但是他却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所以 undaunted, 所以 daunt 这个字，其实我们常看到的是ing 的形容词，例如说你经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哦很气上。很气馁，很沮丧、哦、新名词气丧、okay? 很气馁，很沮丧的时候，我们就说 That's a daunting experience 就这两个字常走在一起 OK, so something is daunting 那问题是他并没有被这个影响到所以他这边用了一个词 很有趣就是 undaunted、被动的一个否定的形容词所以他却没有被因此受到气馁 So undaunted, she made another attempt and this time held perfect form to set a new Olympic mark所以这一次呢，他就用了一个完美的一个 form。我们讲说运动会有一个概念叫做 form， 就是你的姿态要对，你要有那个形出来。OK， 所以这个字就叫做 form。我们常在讲投篮的时候，投篮的这个一切啊，就你的手肘的位置啊，甚至手肘在你的眼前或者在你的侧边啊，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 preference。可是，在篮球这个领域里面，事实上他们是有研究出有一个是 perfect form 的。那甚至你从什么手指出去啊或什么之类的这个都是 form 的一部分好所以他这一次他说的是他第二次的尝试就有 perfect form 然后就设了一个奥运记录 sure alright 好所以我觉得看他到这边大概够了那他当然后面有这个尝试失败可爱的地方 but 我们这边就先不看了我们来跳到看柔道这一边所以可爱的这个杨永伟到底那个念伟还是念伟我自己永远搞不清楚那我就叫杨永伟好了好所以这个好柔道Cool， 然后说他是现在这个新国民这个国民老公啊，是不是？好，大家都想嫁给他杨太太。All right， 所以这边说的是台湾的杨永伟 fail to 好，他现在说失败的部分，输给了这个 Naohisa Nakato 啊，日本的这个冠军了、啊、of Japan in the men's 60 kg judo final， 所以是60公斤的柔道的这个决赛。我们这边讲一下一个东西就我们讲说，我们讲说八强、四强，然后决赛有没有？所以决赛叫 final。那 final 就只有两个人打，没错吧？那我们如果把 final 往前推一场，是不是就总共有一组一组，总共两组就往上打，然后打出最后的两人嘛，对吧？所以在前面的往前推一场就是四强，可是四强的英文跟四是没有关系的、哦、因为四强就往前一个，那我们有时候英文叫我们中文叫半决赛或者叫准决赛，但总之它就是 final 往前退一个，所以我们用的是 semi 来
做开头，所以 semifinal 就是我们讲的半决赛，就决赛前的那个两场比赛，或者我们叫它准决赛，因为还没有真正的决赛，所以叫它准决赛。那但英文却是用 semi 来说的 ，semi 就是半，这样切成两半的半。然后你要再往下切，各切一刀，就变成总共八个人打了，这个可以理解哈。所以这边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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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四组人嘛，好像在玩什么游戏一样。好，所以这个四组人嘛，在往上打，你就把 semi 再往下算一个，所以 semi 再往下各除二的时候，就变成是四分之一了。所以再往前的这个八强就叫做 quarter final。OK， 所以就八强赛，所以八强赛里面英文没有八，有的是四。那四强赛，我这里稍打一个四强，好，所以四强赛里面英文没有四，可是却有二，就 semi 这样子。好了 ，anyway， 这样大概理解了哈。好，所以他是在 final 的时候输给他，所以才得银牌嘛，很可惜。所以 taking home silver， 拿回家了银牌 ，and claiming Taiwan's first medal of the games， 所以他是我们这次在奥运会里面第一面奖牌，就是个银牌。所以他有强调 Taiwan's first medal 第一面牌子这样子。So the 23-year-old Yang of 台湾族，所以 Taiwan indigenous background， 所以又用了一次 indigenous， 刚才看过原住民 had defeated France's 法国的这个 Luca 这个人，后面这个名字我真的发不出来，不好意思。In the competition's semifinal， 所以你看到 semifinal， 所以在四强的时候打败了法国的 earlier that day， 所以是同一天稍早 earlier that day。To advance to the final， 所以晋级到了，所以 advance 这个就是往前就晋级 ，OK， 所以 advance 好到了 final against Takato sure， 所以他是这个 Rio， 也就是里约的2016年的 bronze medalist， 所以他是铜牌 ，OK， 好，那在 final 的时候 managed to keep things competitive into the golden score， 所以这个杨永伟啊，就他很努力的，所以我们用 manage 这个字 ，manage 我们常翻译成设法，虽然我不是喜欢这个样的翻译。那你知道 manager 是经理嘛？这样子，那他管理事情嘛，所以总之他就努力的去让他们这个竞争保持的非常的很 competitive， 对 ，competitive 就是很竞争的。这个词我特别想补充一下，那 competitive 来自于 compete 这个动词，所以这一切都从动词这个字变出来 ，compete 是竞争 ，competitive 变形容词 ，competition 是它的其中一个名词变化。但我想要把 competitive 这个字再多做一个小变化 ，competitive。我因为想补充的部分是，我们台湾有时候常在讲说啊，我们要有国际竞争力嘛，我们要有一个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那个竞争力怎么说啊？那个力难道叫做 power 吗？不是，其实竞争力很简单的一个字，其实也就是从 compete 这个字继续变出来。所以如果我是个很有竞争企图心的人，我说 I am a competitive person。所以I'm a competitive person， 所以用竞争这个形容词来形容我这个人，所以表示我是一个很喜欢竞争的人 ，competitive person。那 competitive 这个词加一个 ness， 要怎么翻译？没有更好的翻译，就是竞争力。所以我努力读英文是为了竞争，是为了增加我在职场上的竞争力。So I work hard to improve my English in order to increase my competitiveness。In order to boost my competitiveness in the job market， 所以这里稍微打出来一下好了。所以 boost 有这样增强的意思。所以 to boost my competitiveness in the job market 就在这个工作人力市场上。所以英文进步是为了进步我，增进我在职场上的 competitiveness， 就竞争力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应该没问题。那因为我常常看到很多。翻不太出来竞争力到底该怎么说，所以这个稍微补充一下。So anyway， 所以事实上他的这个跟这个人的比赛呢很 competitive， 那所以他一路把他推到好像叫做就黄金分数还是之类的 golden score， overtime， 所以这个加时赛，所以这个时候他却因为失格结果就输掉了，所以he lost by disqualification， 所以 qualify 这个词就是合格，它是个动词 ，quality 是个名词。有时候翻译成特质、哦、所以你有什么特质？你很乐观呐、啊，很积极进取啦，这些都是你的 quality。那 qualify 是合格，好、哦，那然后 qualification 就是资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有一些比赛啊，它叫做 qualification match。那有时候我就会想说，以前我还不懂的时候，我想说，其实台湾怎么从来没有出现在足球的世界杯里面过？
那那是因为你连资格赛都打不进去啊，所以可能有些什么杯什么其他的杯，那这个杯的赢家就可以当成世足赛的这个角逐者，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那个算是一种 qualification match 这样子。好，所以他被 disqualified， 所以 qualified 就是他被动的形容词，就是你合格了，那你失格了就是 disqualified， 那他的名词也可以变成 disqualification 这样子。好，所以这些字的变化有时候蛮烦的。好，所以他是因为 disqualification 而输掉了，那因为他 commit 一个 third 第三次的一个 penalty 就是责罚，所以连这个法律上也可以用 penalty 这个字，你被开个罚单或什么之类的，其实都可以称为 penalty。 好，那所以你被惩罚了，有时候可以用这个 penalize 这个动词。好，然后像很多这个运动中犯的规，有时候他用的名词会不一样，像 penalty 是柔道这边的，像例如说你在像棒球打出了界外球叫 foul， 但 foul 在篮球里面却是老老实实的犯规，就例如说我打手啊，或者是还有些什么，例如说这个有的叫违例，不是犯规，可能又不太一样，所以 foul 是真的是就刚讲的打手或者是推人或什么这些的肢体上的那个，像如果说你在篮下三秒或之类的被吹的话，那个不叫 foul， 那个就只是你失去了 possession 这样子。OK， 好 ，Anyway， 这个扯到这里大概这样够了。所以虽然说 falling short of gold， 因为我看到 fall short， 所以他很遗憾没有得到金牌。他的 second place showing gave Taiwan its first medal， 又讲到重复一次，所以有时候新闻报道就这样子，前面讲过的东西，后面会用一个比较复杂的句子再把它重新讲一次，所以是第一次的 medal 这样子，而且是 as well as its first ever medal。In an Olympics judo competition， 所以他得了这面金牌，是我们在柔道这一个项目里面的第一面金牌，真的是难能可贵。所以像奥运的项目我们叫它 events， 所以在这个 judo event 里面，它是第一次的，超屌的。All right， 好，我们看再看最后一段就好了。所以在赛后的一个 interview 中 ，in an interview after the match， Yan described the experience of standing on the podium to receive his medal as something I have dreamed of。But never expected to happen in reality。啊，真是个谦虚的孩子。所以 interview 中，他描述了站在讲台上的那个叫讲台吗？颁奖台上的那个体验。所以那个颁奖台，他叫的 podium， OK 的。所以 podium 这个字，好。所以这 podium， 他的体验 ，describe the experience of standing on the podium to receive his medal。他把它说为是我只有以前梦想过，可是没有期待到可以发生 ，something I had dreamed of。所以这边用了一个过去完成式，也就是说在。领奖牌的更之前是梦想过的，所以这种过去完成是时代上是很正确的，可从来没有期待会发生 ，never expected to happen in reality， 就在现实上这样子。All right， 所以我们再看到最后一句好了，因为他好像赢金牌嘛，说、so, I won't give up because of this， 我不会因为这个就放弃的。My goal is to win a gold medal， 哦，都要哭了，真的非常感动，非常非常的感动。事实上我有偷哭，真的。OK， 尤其是就这两位的时候了，看到的时候，今天下午因为今天是礼拜四半夜的时候录的，今天下午看到那个林同学19岁的，很可惜，我真的觉得他很有机会赢，因为 because you know as the number one seed， 就因为那个对面的樊选手啊，他的名字我都忘了，总之我知道姓樊，因为他是头号种子嘛，所以世界第一嘛，所以他是 top seed。所以我们那个种子真的就叫 seed 这个字 ，because he was the top seed。然后我在比赛的时候，我可以非常清楚看到他压力好大哦，亚历山大真的是，因为你是 top seed， 如果这时候输了，那个是回不了家的。我觉得中国网民会把他骂死的。So he was sweating, he was yelling, he was shouting every time he scored。然后后面的教练真的是站起来拍手好几次，只要他得分的时候，就可是你知道在那个3-3平的那一局里面。哇，连续赶了好几分，哇，那个气氛对他们来说沉重到一个地步。然后哇，在电视前面真的是，哇，有跳，真的心脏都要停下来了。我开始胡言乱语了，真的是。Because I was and I am still very excited about this。我们在前半段的影片介绍了举重跟柔道，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又过了几天累积起来的奖牌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李阳跟王麒麟啊，他的名字叫麒麟，他们赢得了双打。男子双打的这个金牌我们都知道。So they earned first badminton gold for Chinese Taipei. OK, 直接看他的内容吧。所以他们两个人呢，他们赢得 they claim Chinese Taipei's first ever badminton gold.
所以他强调的这个 first ever， 也就是史上的首次。如果他今天只讲 first， 你会以为哦，这是 first、second、third， 然后可能就是这一届的第一面，然后接下来还有第二面、第三面什么的。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要讲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所以他的 first 后面加一个 ever， 你就可以理解为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样子。OK， 好，然后他这边有一个 with a sensational display， 所以他们用一种非常充满悸动的一种获胜的方式 ，sensational。所以 sensation 这个词其实也就从 sense 这个字出来 ，sense 是感知，所以 sensational 就是一种充满感觉上很非常的情绪激动的、哦。OK， 好，那这边的话再看下去，所以这边说的是在过去的两次的奥运会里面，都是中国来呈现一个就是主导的、哦、他们赢最多奖牌的，所以这里用了一个动词，正好也是我在一些英文的讨论团里面有看到前天有人在问的，好像是一位叫做 Emery 的网友，他就问到 top 这个字要怎么用，那其实在这边的用法就是他们站上了这个 podium 的最高点， podium 这个字我们刚刚看过了，所以中国呢 topped the podium， 所以 top 这个字除了就你知道是顶端之外，我它也可以当成动词的顶端 ，OK。So they topped the podium in the past two Olympics in the event。这个 the event 就是这个网球了，啊，不是网球，对不起，羽毛球。好，这个项目里面，但是这两个人呢 ，were beaten in straight sets by Lian Wang。这里讲的 straight sets 就是连，就是他连续输了这个两局这样子 ，OK。好，所以被打败 ，they were beaten。然后呢，好，所以他们 came through a tight first set。所以第一个 set 有点。还蛮紧绷的，对，后来就 pull away， 这 pull away 就是拉大距离了 ，OK， 所以这边也写一个 pull away， 距离把它拉开了 ，OK， 好，那再来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部分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后来都把他那一个，哎，鹰眼判定第21分有没有？这个金牌的最后一个 serve 的时候，后来大家还把那一个鹰眼判定做成了 T-shirt，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看到，就这玩意儿 ，OK。啊，所以他就是 court one in yeah， 然后就赢了，所以就有人把它设计出来，里面写个 Taiwan 啊或什么这些的，我相信同学都应该有看到这个报道。那个鹰眼的判断，其实真的就是用鹰眼这两个字，所以 the victory was sealed。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 victory 得胜、胜利前面的动词用的是 sealed， 所以你把这一场的胜利给锁定了、锁起来了，所以 seal the victory。这三个字就是很常看到的，然后这个字的发音也是我们比较少把它老老实实念成 victory， 你要这样念不是不行，就像说历史，我们也，你如果真的念成 history 的话，我真的相信不是大家会听不懂，就是我连唱歌的时候，如果说配合音节，他也会念唱成是 history 这样子，好，所以这个 victory 你念成 victory 快一点的话是 OK 的，所以 seal the victory 把这个胜利锁定起来了。好，所以by a hawk-eye decision，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刚讲的鹰眼判断，所以他真的用老鹰的鹰 hawk 加一个眼睛，然后加个 decision， 所以 hawk-eye decision， 所以 it confirmed that Lee's shot had landed inside the baseline， 所以他的最后的这个杀球，他的 shot land 就走着地，所以 inside the baseline， 这 baseline 就是后面的底线，所以底线的里面，我也看到一个。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访谈，就访谈他们两个人，他们之前在不知道若干年前的一个比赛，然后访谈中他们问说，他又讲到说问一个底线抽底线什么干嘛，他说，然后他就一个攻上，我觉得李阳就很可爱，然后听不懂，所以他想说讲底线，可是底线的英文却不会讲，好，所以这边告诉你的底线就叫 baseline， OK， 好，所以然后就让他们非常的开心了、啊，所以就引爆出了 sparking， 这 spark 就是火花。那这个 jubilant 就是很开心的意思，所以 jubilant scenes from the Taiwanese athletes， cool， 好，所以这就是好他们的这个男双的报道，就这样子。我们来看下一个，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个人觉得很可惜的，但或许不用觉得替他可惜，因为银牌已经很棒了，所以这就是我已经关心非常非常久的李智凯。那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有看那个翻滚吧男孩，我更是在他刚出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在外交单位工作，那我们会推广这个电影这个纪录片给大家看，所以那时候我的办公室里面就有一叠的翻滚吧男孩的 DVD， 所以我们会送给外宾啊或什么这些的，让他们看看我们台湾体操队以后的未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对他们这个团队有着很深刻的情感，所以看到他们终于在今天，我里约奥运没有赢但无所谓，但到今天这个地方他获得了银牌，我觉得还是很棒的。 So Taiwan gymnast
所以 gym 你知道是健身房，一个叫 gym， 所以体操就是gymnastics， 所以 gymnast 就是体操选手。Wins men's pommel horse， 这里的 pommel horse 就是这个鞍马 ，OK， pommel horse， 所以他赢了 silver。All right， 好，所以很快的也看一下下台湾的 gymnast 李志凯 took silver at the men's pommel horse competition at the Tokyo Olympics on Sunday。所以也是 first Olympic gymnastics medal， 所以这个 gymnastics 刚刚讲的就是体操 gymnastics， 所以 gymnast， 好，所以他的那个最后不是 ist 结尾哈，他发音的关系变成了 ast， but sure， 好，所以他是我们的第一面的这个体操的任何的奖牌，好，第一面牌子金奖牌 ，OK， 所以在这边的部分我们再多讲一个词。他 clinched a silver medal in the men's pommel horse final。这里的 clinch 就是，反正就是紧抓着，然后抓到了这样子，所以 clinch 了 silver。那很遗憾的没有达到 gold。好，所以他的分数是 15.4 behind Max Whitlock of Britain。所以他输给一个英国选手，他得了15.583。那后来的一句我觉得很有趣 ，The rest of the six gymnasts were unable to get a score over 15。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两个人真的已经是out of the world， 超厉害的，他们只有他们两个得到15分以上。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来描述他输的程度，你看他只输了 0.183 分而已，所以 0.183 你当然可以说成 0.183， 可是你也可以说他就是输了他输的程度少于 0.2 分，所以难道你可以讲 0.2 吗？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外国人很常用的说法，就是像 0.1 他们有时候不叫 0.1， 他们就叫做 1/10 of a point， 所以 1/10 十分之一嘛，对不对？ 1/10 of a point， 所以他输的是 he lost by almost 2/10 of a point， OK， 就只是 2/10， 所以这个 tenth 还要加个复数，因为他前面这个上面这个 two 是2的关系，所以他被认为是一个复数的，所以后面加一个这个这样子 2/10 of a， 所以它真的写起来其实应该是这个样子、哦、2/10 of a point， 所以输的几乎就还没到 almost 2/10 of a point， 真的很可惜。All right， 好，所以这个补充一下下，就怎么通常怎么来说这个，这个尤其在那种竞速的比赛中更常听得到，就像说我们讲说跑那个百米的时候，那最后的时候哦，他的世界纪录是什么9.58还是多少，对不对？然后哦，可能破了纪录，破了0.01秒或之类的，他就会说0.01就是 1/1000 of a second， 因为他就是千分之一嘛，对不对？对不起哈 ，1/100 of a second， 所以百分之一哈，0.0001才是。所以反正这边就讲解一下这个数字上的一些这个处理，好，知道就好。来 ，All right。好，然后后面就他讲了一下目前奖牌的这个 standing， 这个就算了。那么现在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今天晚上最关注的这个小戴了。好，所以这个新闻报道出来的速度还蛮快的，我发现到10点钟两分钟就出来了，就10点02分这个报道就出来了。但当然这个是有点令人家觉得蛮伤心的，可是也没有不用伤心啦，因为他先前两次都被淘汰了，说真的，所以这次的奥运竟然得到银牌，其实已经很棒了，所以念下给你听。So,World number one female badminton player 蔡智颖，所以她的确是世界头号种子 World number one of Taiwan bagged a silver medal Sunday， 所以她用了这个词非常棒，就是银牌入袋。那个入袋，她就用 bag 这个动词，其实非常的生动。OK， so she bagged a silver medal Sunday， OK， 然后结果金牌是这个陈雨菲赢了。Sure， all right， 好，然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这个 ，It was the 27-year-old Taiwanese player's first Olympic medal。这是他第一次奥运奖牌。他27岁 ，27-year-old。你知道放在前面的形容词是不会加复数的，而且要加这个杠杠连在一起。好 ，As she was knocked out in the round of 16 in her previous two Summer Games, London 2012 and Rio 2016。好，所以就这句我觉得就足以显示出他其实 she's come a long way。好，他已经真的是。一路以来就现在成就已经很不错了，真的必须说 ，She has come a long way。She was knocked out in the round of 16。大概你可以先看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她在16强的时候就已经被扫地出门了。She was knocked out， 被哈。She was knocked out in the round of 16 in her previous two summer games， 在她先前的两次
夏季奥运会，那也就是伦敦的2012以及里约的2016。So this is great accomplishment as far as I'm concerned, or you know anyone is concerned.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已经非常棒了，没什么好抱怨的，真的是。好，所以非常恭喜我们选手们，也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明天见。